如今也有你新子燕新大夫办不成的事了。陛下，恕臣直言，倘若陛下是为了防范那些悖逆之徒，以大成血统之名意图倾覆我天圣，那倒不如斩首示众，并布告于天下，没了大成血统，也就绝了那些悖逆之徒的念想。 谢靖啊，朕发现，如今你怎么变得越来越急躁了？啊！今日朕杀一个九皇子容易，谁知明日会不会再跳出个九太子、九殿下？只有他活着的时候接受了朕的封赏，方可断绝他的念想。这个道理。 你心子燕不明白吗？朕明白。那秋明英也明白。陛下，你想一想，倘若一个人主动选择了死亡，那这世上还有什么分封能令他留恋？他又何必要放弃尊严呢？无妨，他秋明的女儿马上就要到了，朕倒要看看，他能否对自己亲生女儿的性命于不顾，不留恋。 既然陛下心念坚决，臣就再去天牢再走一遭吧。不必了，朕已派人去滨海缉拿奉旨卫了，算算日程也该到了。嗯，臣就先告退了。谢爷卿连日来辛苦了，还是和夫人。 大花见个面，好好休息休息，且在宫中休息吧。宫中休息？嗯，宫中。大花在宫中。是，甚好。去见大花。 侍卫，我等奉顾夫人之命，护送你远离帝京。奉命，否则还真令侍卫看不透啊。也罢，吴阿娘自会告我事情。这位，这位，这位。 夫人养育的大成皇子长孙皓，出了宁氏症的逆鳞。建议求了大牢。大成九皇子，封号是大成九皇子，前朝已过，大成余孽。这位，你满腹疑虑，容我回头详解。帝京已是险境，你若贸然前去，只怕救不下夫人，恐怕你要丢了性命。 奉旨为宁可舍身救命，绝不苟活于世。这位，顾夫人入狱前，已立下遗愿，嘱咐我等护其性命，远离帝京，远离是非。
话都放下。月儿心里一句，我父子执意阻拦这位妹妹一丧一子。陛下，你何苦来这等地方啊？朕就是想亲眼看看，躲在朕眼皮子底下养育了大成遗孤之人，到底是不是如辛子燕所说，只是一介民妇，为了王府的遗愿而已。陛下，新院守平日虽口无遮拦，可一向是中国政治之人，他不会欺瞒于陛下吧？如今朕老了，皇子们都长大了，自有那心思活络之徒，该琢磨如何择选新的主子了。陛下万岁！还不速去将邱明英押来觐见陛下。是。你就是邱明英，你就是顾恒的结发妻子。窃国之罪，你不配提顾恒的名讳。当年是你背信弃义，害得顾恒至死都不能原谅自己，为何会相信你这个匹夫？顾氏为何如此作态啊？你不过是想求一速死罢了，朕何必和你这亡国之奴一般见识呢？朕来是想告诉你，凤之卫就要回来了，你该好好想想朕的条件才对。即便是做了国君，也还是小人行径，只能拿捏他人的骨肉，要挟而已。浩儿，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浩儿饶命！不许求他！不许求他！你本该就是皇家贵胄，落到眼下这个地步，都是这个人所为。你看清楚了，即便是做了鬼，也不能放了他。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啊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！陛下，陛下。陛下不是你口口声声指责朕窃国，那朕来问问你，如若大成江山当真落到这个废物手中，就对得起天下苍生了吗？成遗孤吗？
你是我的小主子，属下无能，未能保护好你，今日只能陪你同赴黄泉。好啊！哎呀，唱的一出好戏呀、啊！唱的一出好戏呀、啊！若我当真是大成皇子，那我现在就命令你接受皇帝的条件，让我活下去。你能答应吗，阿娘？好啊！阿娘，你答应吗，阿娘？阿娘！竟敢擅闯宫门！先有明海寻案，奉旨为千里奔行求见陛下。奉旨案，请稍后。孤身回京，传朕口谕，不见。是陛下，老奴斗胆，这不见，陛下还有其他的口谕吗？朕想赌一下，看看他到底还是不是朕的孤臣奉旨为。遵旨，赵元。老奴在，不可伤他性命。是陛下。陛下口谕，不见。陛下，请恕微臣抗旨之罪。罪臣奉旨为参见陛下。罪臣，你有何罪啊？回禀陛下，只为急于为家母陈情，抗旨闯宫是为大罪。你既知道抗旨是大罪，朕来问你，二十年前
朕曾诏令天下，凡有窝藏大成余孽者，杀无赦。如今竟有人将大成九皇子养于帝京，凤爱卿，你倒是跟朕说说，此人又该当何罪啊？陛下，二十年来，所谓大成九皇子现世之说，怕不是仅此一桩吧？微臣记得，废太子尚在楚魏期间，也曾闹出此等荒谬案宗，又怎知这一次不是假的？臣只怕又是有人想要蒙蔽圣上啊，陛下！新元首，你教导的好学生，果真说的不错啊。此案既是由你首告，那就说与方爱卿听听，莫要蒙蔽了朕。方君安，确实证据确凿。小，我就羡慕那些王孙公子可以出入宫闱。长姐凤之薇却总是嘲笑我，说我痴人说梦。但是我这不也是来了吗？启禀陛下，一星大夫所言，所谓证据，不过是一张九令牌，即一张庚帖罢了。怎知凤浩就是那大成遗孤？何况之威与凤浩同年，又怎知之威不是那大成遗孤呢？朕知你舅母心切。不过大成长孙一族，均有一块青色胎记于肩胛之处，你可有啊？胎记已是不假，但并不是不能作假呀，陛下。何不找人再验一验凤浩的胎记，以免被人蒙骗呀，陛下！陛下明鉴呀，陛下！启禀陛下，人犯带到。
冯之威，你既然执意辩解，就听听当事人怎么说吧。传人犯邱明英、长孙浩觐见陛下。是。娘，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若陛下一定要惩万家，只为愿替他去死，求陛下放过我阿娘。邱明英，凤之威告诉朕，他才是真正的大成遗孤，你可有何话讲啊？那是我女儿孝顺，所以她才信口胡亲呢。大成皇室若是真的留下一个公主，能有何作为呀？冯之威，我之前就曾暗示过你，我才是家里最重要的人物。你还只管不信，当真是愚蠢。凤勋啊，其实父皇有心饶过二位，二位只需当众臣服，昭告天下，从此再无大成长孙一族，父皇定会宽待二位。凤勋啊，本王以为还是劝劝灵堂吧。不必，我心已决。赵云，老奴在。此阵久矣。凤之威。是陛下。顾夫人，你当真要亲眼见着你的女儿死在你面前吗？父皇，您亦愿意长忠信人头，求见父皇。你是如何杀的常忠信？为困之，毒杀之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就如同此时此刻一般无二。谁令你无照弃政而归？你私自回京想要做什么？父皇见天生行社稷，就黎民于水火，胸怀乾坤天地，为何独独容不下区区一个大臣一孤？
凡涉嫌大成遗孤之人，就没有不该杀的，朕一个都不想留。凤之威，平叛常侍一族，立下赫赫战功，父皇将忠臣杀掉，难掩天下人悠悠之口。更何况，天神若强，大成余党。 怎能找到蛊惑人心的借口？凤之威的生死绝不能凌驾于天圣国运之上。朕看得出你的心思，你想用长征信的人头换凤之威一命，尽早死心吧。叛军并不可怕，但若…… 闽州大军拥护本王，不听调防，如何处置？相信不久，兵部即有军令到来，闽州相关各州府驻防大军借调围困长远叛军，得胜后滞留当地不归。到时，闽州必乱，各州府皆震荡。父皇，该如何处置？混账！ 朕还没治你包庇大成遗孤之罪，你却敢勒令大军滞留不归，来威胁朕。儿臣从没有包庇过大成遗孤。儿臣也相信，父皇不会惧怕气数已尽的大成余党，就如同父皇。 不会惧怕生死一样。你诛杀长远有功，收编常侍军队有利。 如虎添翼，连看朕的眼神都变了。朕当真有个好儿子，像极了年轻时的朕。如果当时的父皇也在此地，是进是退？ 是宝，还是妻？可惜，朕没有一个体贴儿子的好父皇，所以也就没有胆量敢去逼父。你长途奔袭，难免劳顿疲累，先下去休息。稍后朕再召你。陛下不放人，臣。 凤轩，这鸩酒可是连御医都救不了的毒啊！别再犹豫了，今日就顺了父皇的旨意，还有六王兄作保，来日有的是时间啊！到时再母慈女孝，岂不是皆大欢喜啊？阿娘。 先走一步了，不够！凤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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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凤儿。
臣有一主张，我可遂了陛下的心愿，闲杂应予回避。 今日出了这封云轩，无人知道真相。 莫不如将错就错，就领着奉旨为担了这大成遗孤的身份，陛下再赐予封号，彰显我天圣王朝对大成俘虏的宽待，这样既还了陛下的心愿，又能避免父子失和。陛下三思。奉旨为你可听见了？邢大夫，竟是一贯的蒙蔽于天下人的吗？ 小时候，我觉得封号是个讨债鬼。长大了，我把封号当作拖累。到现在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我才是那个真正欠了别人，却永远都无法偿还。 你能听到我说的话吗？
你却用死这个残忍的答案告诉我，苟且的活着有多难？志威，你要好好活着。宁毅，我发过誓，我奉志威，此生此世，无论处于何种境地，也绝不会嫁给宁毅。若违背此誓言，我娘邱明英阿娘，我发誓，此生此世绝不与宁毅婚。若违背此誓言，我奉之威将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的楚王殿下，
大花见过殿下。免礼。殿下，大花此生尽得紫燕爱宠，无以为报，只能祈求上苍庇佑他世世平安，还望殿下垂怜。本王知道怎么做。夫人且先徐徐前行，紫燕随后跟来。若是大城一案被陛下当作严防死守的一场瘟疫，那么凤之威就是这瘟疫的源头。殿下一定要想明白，孰轻孰重。我伤。